这究竟算不算是一场有默契的假球？我们不想介入太多主观性引导，只想把比赛现场发生的细节还原给所有球迷看看。处罚通告最后也被摁了下去，甚至几乎在网上消失，但这不代表这件事情没发生过。肇事者或许觉得自己很冤，这到底是真实实力体现，纯粹是一场无辜的冤假错案呢，还是的的确确证据确凿地就是一次有预谋有默契的作假行为呢？在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情况下违反正常的体育竞技道德公约呢？不管咋样，涉嫌做球的两支球队都被因各方的投诉
最终被组委会取消了晋级资格。这场比赛到底有没有猫腻，让大家自己做一个评判。跟所有爱好斯诺克的球迷粉丝一样，对于斯诺克这项绅士运动，我们非常不希望看到原本纯粹的体育竞技夹杂太多不那么美好不那么纯粹的东西进去。有错就该重罚，有成长就为他们喝彩鼓励。只有公开公正和透明的游戏规则，才能真正杜绝这些歪斜之风。所有球迷的眼睛都是雪亮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到底有没有弄虚作假。骗不了自己，骗不了裁判，骗不了越来越专业的观众粉丝。台联就一度为这样的恶劣行为重锤出击，比如曾经世界排名第五的斯蒂芬格里就因为涉嫌作假被禁赛，到现在为止还没解禁呢。曾经辉煌的职业生涯也被自己彻底毁去。